各位同心，上课前哈、哦，注意一下手机哈，我把它关机，要不然就把它关震动哈。好、哦，再麻烦一下，谢谢。各位同心，那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哈、哦。这节课由潘佑谦潘老师带来演讲哈、哦，请大家用掌声欢迎，谢谢。多谢。这节课哈，是我参与民政府以来的个人的经验，个人的经验，迄是一个我自我觉醒的过程，家己对家己的身份，伫台湾，咱一直搞不清楚，咱家己的身份是啥物人，哦，念名啊中国人，念名啊台湾人。啊、到底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还是中国人，也是台湾人？咱伫只搞不清楚。啊，这大概过程是我家己自我寻根啊，哈，自我寻根，找到自我身份认同的一个课。首先呢，就是解读，就是要解咱思想的读，因为过去的教育，予咱的思想已经产生错误了，还是讲谬误了。错误的认知、错误的价值，会让我们做出错误的行为跟决定，啊，这就是在思想顶条产生的问题。台先讲这个日俗哈、哦，日俗，就是咱法理身份呐、啊。法理身份指的就是在国际法上，在国籍法上啊、哦，国际法、国籍法啊，我们看啊，在法律的层面对一个人格的定义啊。所以从这个地方，我们去找回我们的身份到底是什么？大概先看一下过去的年代哈，对照一下明治，然后这个是1868年到1912年大正、昭和、平成。那我们过去，咱过去台湾上盖黄金的时代，都要喝在大正、大昭和之间呐、啊。大正跟昭和之间啊，最黄金的时代啊。那人类最黑暗的时代也大概在这两个时期，一二次大战就是在这两个时期啊。1895的下关条约，下关条约签订之后，我们的身份，这块土地的所有权已经转移到大日本皇帝了。条约的结构啊，条约的结构，法人对法人，国家的法人，皇制啊，是用君主制的国家的君主、女皇、国王、皇帝就是那个国家的法人。就是换一句话来讲，天皇走出门就代表日本了。英女皇走出门就代表英国、啊、是这样的意思啦。那后面问个关节哈，啊，因对签呢，他不可能签约，不可能说啊，我皇帝走下来，然后女皇走下来，啊，我们坐在桌子啊对签了、啊，不可能啊，一定是授权委任下面呢，监护的人才走下嘛。李鸿章、李金芳、伊藤博文、陆奥忠光，授权给他们去谈、去对签啊。这种的是这个国际法、这条约诶，大致上的结构是安尼啊。啊，修宽，李鸿章被大清皇帝授权，他的权力有没有大过皇帝？有没有？没有嘛，他只能在皇帝的权力某一个给予他某一个范围的权力里面去签约啦。所以他签约会不会说我把紫禁城割让给日本？不可能啊，一定是在协谈过程当中有一些有条件式的啦啊。下关条约为什么我说下关条约而没有说马关条约？因为条约签订都在那一个城市，都在一个地点啊。下关的在家啦，现在那块叫广岛，叫冈山广岛啊，叫一个北九州在这，
关放大，大家看，下关伫遮，到底这个海边的这个城市，在这边签的下关条约。我上网找吼，很奇怪，太南龙宫马关条约，那个红尬宫马关条约，唯一跟马有关系的就是那一年马年了、啊，不然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叫马关条约，哦。就那个时间点开始，在那个时间点开始台湾开始独立，开始独立啊！啊，迄时阵嘛无叫做台湾哦，咱即卖咧讲的台湾，同较早咧讲的台湾，其实拢无共款哦。咱昨有看到嘛？西半边的那一块土地，那个叫做福尔摩沙，所以《下关条约》里面写的原文就是福尔摩沙。啊，福尔摩沙是一个地理名词啊。你专台湾，专世界，拢有足侪所在叫做福尔摩沙、哦。那你要看这个时间点哈、哦，钓鱼台上面人诶，台湾的，啊、台湾是谁的、啊？这个就是一个连带关系啦，因为1895年之后。就开始受日本治理了嘛，所以所有的领土在那个条约里面写的都是属于日本的啦。但是1895的下关条约刚有写到钓鱼台，啊，钓鱼台归属，那用地理位置来讲，伊归属倒位，台湾嘛。啊，下关条约刚好写台湾，有嘛？啊，台湾属于日本管，啊，所以钓鱼台谁的？就是这样子啊。啊，不是我们这样子推理哦，就算了。这个文件啊，中华民国他自己承认一个先例呢。中华民国八年，1912年是元年嘛，八年的1920哦，1920年一家楼下，因为因有人来家钓鱼啊，海难，啊，结果呢？咱日本人甲救，甲救呢？救起来用一个感谢函呐、啊，哦，日本帝国八重山郡石垣村雇主安怎安怎安怎？哎，的感谢状啊，哦，伫遮，冲绳县八重山郡尖阁列岛，啊，这日本帝国的尖阁列岛啊，啊，所以中华民国来台湾呢？把咱历史规个拢扭曲，规个拢改写，规个拢洗脑，予咱对原来历史、真实历史偏移、啊。所以我们所做的事情，我们所想的事情，都是已经扭曲掉的。这个先看一下哈，一次大战，1914年、1918年；二次大战，1939年、1945年，多和底大震跟昭和这两个时期，大震跟昭和这两个时期。就是我们在座的一些人的公阿妈，或者是爸爸妈妈，甚至有可能是我们的阿祖、祖妈，在这个时间出生。那个时候，日本抵离台湾，我们的阿公阿妈、我们的祖公祖妈在这边出生，他们国籍是什么？就很正常的嘛，对不对？结果呢？1945年战败之后，阿公阿嬤的国籍是日本，啊，我们的国籍变什么？啊，怎么会这样？我们又没有移民，啊，是别人移民到我们这边，我们变成他的国籍，那个奇怪啊！那我希望美国来移民过来我们这边，我们马上变美国籍。所以这个整个历史是一连贯的，然后有一些时间点导致我们国籍失效。我们国籍不见了，或者是我们国籍变更了。祖国的证明文件呢、啊？这是护照哈、哦，大清发的护照，由别人来证明我们是谁嘛？我也没有照镜子，我不知道我是谁啊。可是我是谁？这个我的认知是经过我跟别人讲话，跟别人交通才知道哦，原来我是谁啊。啊，从别人的证明来证明我是谁啊？这个护照上面有写啊，
有华人曾无事，回乡祭祖。叫我下，你看啊、哦，以这这个爹利斯号了、哦、英国的爹利斯号，日本国台湾安平，台湾就是日本的，台湾就是日本国台湾安平啊，一太唔下，大清国台湾安平，哎、欸，就挂好人啊，挂好人啊，就是别人的啊。迄、那个调调，但是挂出来的时阵，咱阿袂变作不可神圣的领土哦，咱压个殖民地哦。那是一直到1945年的4月1号下的那个诏书，那个变殖民地的哦。我等下小块来讲，什么叫殖民地，什么叫国土，这两个代志，这两件，这两个名词啊，就讲这两件代志的定义无同款了。就是这个时间点，二次大战期间的尾声，4月1号下了天皇诏书。但是呢，台湾人呢，看了这個，台湾人很喜欢说一些话哈，把对方的格调位置拉低，跟自己一样。如果我是乞丐，那我会把别人的格调，我为了要凸显我自己的高贵，或者是我的高调，啊，甲把人讲我较低。所以，我是乞丐的话，我会跟我乞丐的朋友说，啊，那只是穿衣服的乞丐而已啊。那为什么讲这个呢？因为天皇诏书哦，这件代志呢，有人讲，啊，要正牌啊，天皇诏书就出来，囥个拖内底无效啦。天皇的诏书会囥个拖内底。天皇的诏书也无效，个人讲战败签这个投降书啊，签这旧金山合约，已经把台湾的领土放弃了，所以否决了这个4月1号的诏书。所有的土地的转移一定要签条约啦，一定要有文件啊。诏书哦，诏书就是我们常常看到的古装剧，有没有？那个奉天承运，皇帝诏约啊，什么什么什么，那是圣旨，就是皇帝亲自口说出来，他的官员帮他写出来这一道命令的文件啊，这个叫做诏书啦、啊，啊、哦，这叫诏书，啊，这就是诏书啊，有去办身份证无？啊，你是摕着这個？啊，这就是法律物件。你这个土地的人民，你要啊管理，要了解这个人民，诶，这个人民的那个移动状况啦、啊，他的一些等等资讯，就是靠这个户籍誊本呐、啊。那户籍誊本，你注意看，这边有写符哦。符是什么？我们以前都会觉得是闽南呐、啊、福建、啊，公车走的。种族呢，像种族呢，但是这个符呢，在我国小的时候呢，中华民国有一种观念叫做祖籍，我吧，祖籍，可是我不知道我的祖籍是什么呢？问我隔壁同学，我祖籍是啥？我看你祖籍个门啊，别人你也看，伊讲，你是啥？我也知，啊不，你写啥？啊，我写符啊，你写啥符？因为我讲台语啊，我讲福建话、闽南话。哦，安尼哦，我嘛是讲台语的，阿福，啊，看隔壁，你睇写广，伊讲客语广，即个问题来啊，我去办这个户籍登本的时阵吼，我姓潘嘛，那办理人员哦，那个户政事务所的办理小姐也姓潘，那我就问他。你们是福建人，那个闽南人还是客家人？有，我们是客家人。哦，那你们家有没有堂号啊？因为我一共因过来待啊，有没有堂号？潘的堂号大概是隐阳啊，就是很像荣耀的荣的那个字，叫做隐阳。堂号表示一个在中国的那个乡镇一个地方，你从那边来，你的祖先从那边来，而且有触鼻啊嘛。我们的祖先都来自于隐阳，
结果你是客家人，是福建人。所以这些祖籍、这些籍贯，其实都是嫁接的啦。这是嫁接的啦。这边还有蚕，有没有？蚕是啥？这人做花，哥哥甜啊，不是？白卡啦，伊白卡啦，蚕族啦，白卡啦，哦。你主要看叫色，哇，什么叫做色？做色啦？较早有食人啊，所以叫做色啊。色就是色番呐，色番呐。啊，什么是色番？会晓，佫会晓讲平埔话的，咱讲本土台湾人，哎，这叫做平埔族。啊，有色就有青嘛。啊，什么青？哦，色就是讲甲遮个迄个地理工作，也是讲迄时阵日本人甲咱平埔的遮个人。你虽然会晓福建话，你要讲咱讲闽南话，也是讲台语，也是讲河南话，拢不要紧。你要讲这种话的人，你阁会晓讲你原地的平埔话，这种叫做色。但是你袂晓讲遮个河南话，遮个客语，但是你会晓讲你原住民的话，叫做青，叫做青。啊，青是啥物意思？连迄个河南话甲客语袂晓讲，所以甲一般大多数人较无色。因为你讲你的话，我讲我的话，无色就叫做青青素啦，青素的意思啦。叫做青有无？唔是卖青兵呢？这是大清帝国那边过来的清，啊，这有些诸侯，就是讲这的人，伊来这有落户籍。另外一种的叫做嫁户，嫁户是啥？伊来这做生意，嫁伫这，我甲伊熟识好朋友，伊嫁伫我这叫嫁户。这是过去咱大日本帝国伫你台湾的时阵的历史文件。这叫做，这嘛是嘛是一种法律的文件。这个汉有无？清过来的，这个过来的，伊是汉族的汉。所以今天你讲的本土台湾人用法律来定义哦，不是用感情，不是用哦，用法律哦。什么法律？就是用这个时间点进前，你有日本国籍的，这个时间点。这个时间点这个有日本国籍的人的后代，咱这样定义的。换一句话，我们没有分种族哦，因为如果你是他的后代，你在 DNA 上也是中国人，不是吗？对吗？那你的后代也是本土台湾人啊，所以我们并不做这个分种族 的意思啊。如果你是汉，也是中国人，不是中国那边的 DNA 啊，那你的后代，你有这一个文件，你找得到你的后代也是本土台湾人。所以我们是用时间点以及法律的定义定义本土台湾人，所以我们不是排斥。但是问题来了，现在的本土台湾人有一部分他的妈妈阿公是1945年来之后来的，对不对？那我们有说他不能办身份证吗？没有啊，你只要办理身份证，你就是属于这个本土台。阿内喜阿内娜，你认同嘛？你办理，但是因为这个法律制度，这个身份证的这个制度上面会有分级别。
如果你双亲，阿公阿嬷、公公阿嬷、爸爸妈妈都是本土台湾人，有这个那个户籍成本的，那你的 class 等别就是写 TU。那如果只有一边的，可能会是 CE。那两边都不是，那就是 C， 在级别上有做区分啊。但是你有这张身份证的，你都是本土台湾人，是这样子做区分的、哦。是。什么什么？亲没有啊？你说亲，清楚的亲啊。清哦，大清啊，那个是大清啊。哦，那个是生，生跟熟，熟生。哎，哎，这个没有电了，不会动嘞。OK， 来，那你看一下祖国的建设哈。大政，我头都有讲嘛，大政跟昭和是黄金时间啊，让台湾整个文明提的一个地那个一个时段啊。大政四年解韩族，但是过去北卡这是无好的风俗啊，北卡拢变形了啊。讲三清今年，迄毋知什么款的审美观啊，可能大清他们人的审美观啊，咱也对咧北对流行啊，对咧北啊，北卡呢，规拢变形去啊。啊，结果呢？日本来治理咱台湾的时阵，感觉这个是无好的风俗，所以把这些人招起来，给因新的观念。这个白了对妇人人、对女孩子走路方便，是一种解放啊。过去的那个车站，你敢看这新北投驿，什么叫做驿？车站就是驿啦，咱台语讲前驿后驿，就是头前站后壁站的意思啦。过去安尼讲的，咱足侪台语的汉字吼，是因为日本人有翻出来，啊，咱去找一挂古文，哦，这个安尼发音，所以咱会用应用这，亲像扛棒有无？扛棒的汉字叫做看板，一直都翻过来嘛。啊，扛棒为对来？不是啦，较早日本不是有派留学生去唐朝，大唐帝国啦，啊，大唐帝国不是世界各地的那些商人拢去啊做生意，又就市集啊，啊，我这间卖米的，你间卖菜的，那间卖鱼的，爱做招牌出来啊，那个招牌出来啊，啊，那个字就是这样传过去啊，啊，大唐灭掉了、啊。但是剩下日本把这些汉字，当然大汉帝国的时候他就学了汉字啦，啊，就把这套文字系统跟他的语言系统结合，一直流传到现在。哦，神社啊，过去都做神社啊，拢拆了了啊，拢拆了了啊。庙，应该要说你怎么定义庙啦。也不一定啊，不一定啊。本神社的概念哈，我只说我了解的部分了哈。日本神社，特别是靖国神社，我们再稍稍往前一点点，到大唐的时代，现在有一个一间庙叫做那个。五路财神有无？啊，五路财神啥叫五路？敢知？来自四面八方。好，不要紧，那个换一个，哎嘞，什么？五虎泉水。来，五虎泉水，五虎泉水是对五虎。唔知啊，够人拜五湖泉水，好不好？
户哦，那迟尧什么张陈什么会有五个姓啦。按讲目前虽然咧来，其实作者神社的概念吼，日本甲这古代的大唐的，咱讲伫亚洲中亚中原这个时代，这些一些文化哈，保留到现在。这个五个人其实是帮助唐朝打天下的啦，有功啊！啊，伊分作侪，应该你给家己的钱去帮助贫穷人啦、啊，因为咧战争嘛，啊，帮助作侪人。后代为着纪念因，盖了祠堂。那个祠堂的概念的，差不多像神社安尼啦，哦，就像神社安尼啦。啊，因为因过新年嘛，但是给因纪念第一代人，给因纪念他们的善行，纪念哦，不是动作行哦。但是第二代、第三代、第四代，伊就变形了，因为忘记这件事情了。所有的神社的概念是追思、追悼、纪念里面这一群人，不是讲。我伫遮烧香啦，伫遮拜拜伊，真正会落来食你遮个物件无啦？那是一种追慎终追远的概念啦、啊。最原型是这样子，但是转型一直转呢，后代子孙根本都唔知影嘛。所以后代当作神，现在当作神。有一天去乱的时阵，我来到某一个所在，摸到一张树啊，有感应，我的心情就开啊，树头讲。有一天我做生意失败，坐到一块大石头啊！我想着讲，原来人生活来够有愿望的，唔免跳河。所以石头讲，初始的原型的那个宗教大概是这样子来的哦。扯太远了，回来一下，来神社了哈。这过去咱的一挂建筑物拢安尼啊，过去的衣冠。你看看这大正十五年，大正十五年，大正哈、哦、一年大概就是所谓的中华民国一年了。啊，大正到十五年之后就换成昭和了，啊、哦，大概是这样子记。卡扎兰有世界博览会啊呢，中国是最近卡办世界博览会嘛，啊，咱卡扎有世界博览会啊呢。咱的文明是足悬的哦，咱较早嘛有乐透彩啊，你伫这个时代啊，就已经有乐透彩啊。现在有乐透彩，嘛应该是讲乐透彩显示了什么样的社会背景？你有闲钱了啊，对不对？你有人生啊钱，你也当去买乐透彩啊。这是博览会啊，新德亚，新德车头啊。现状还保留下来，新德车头啦，同一个所在啦，只是有小可变啦，可能有改过啦。来，放了一些照片哈、喔，让大家帮助大家抓回我们祖国情感的记忆啊。1988年，宫崎骏做了一部动画叫《龙猫》。这就是龙猫，龙猫里面你可以看得到神社哦，哦，可以看得到神社、哦。这些人穿什么衣服？你们有没有穿过和服？高五郎，高五郎千鬼，有啊、哦，你有穿过？那有千鬼啊？啊，有高五郎没千鬼，没千鬼，举手我看看，没千鬼，好，黑了黑了。这个我小时候，你有千鬼吗？他都要没钱，你现在有钱鬼好不好？我们小时候就有这样子穿啊。今天是我去，我来参加民政府了，我看，等于变相棚，我才有这张啊。阿公阿妈给我穿的啦。现在去问啊，现在我阿公阿妈会给我穿，因为阿公阿妈，咱的阿爸阿母，就是受到这种日本式的教育嘛。咱就是方民啊，咱就是方民，所以咱的讲日语、写日文、
像日本衫，大家有看过这个吗？这龙妈的影片呢？现在还有吧？这不是水井啊，这是拍一支弓落去那个水面啊，抽起来。那有人讲碰母啊，有人水鞋吧，有人讲不要紧啊，就这个物件嘛。今麦还阁有哦，哦，这卡叫做啥？烫树，这有受到日本为影响的，知影哦。这对咱来讲外来语，烫树。他早是肯定是拢在做的。为什么我们有共同的记忆？我不认识各位吧，对不对？可是我们集体有这种共同记忆哦。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没有了，可能没有了啊。这种烫书都是什么材料做的？Hinoki 产自哪里？神社也都 Hinoki 啊。以前小时候是睡这种，对不对？你睡这种的，笑一下，我看看。这样哦。以前有挂过绑带吗？有吗？现在都变捕蚊灯。但是现在又流行回来了，绑带。有用蒙古包式的绑带。绑带比较有效啦。哦，捕蚊灯，抓你来就不好啊。卡在困这嘛，对不对？通铺嘛，啊！你困这的时阵，敢有讲你头对窗啊，冲着对门，刷着对便所，弄着什么？敢有这种物件？无这种思想嘞。咱来去想讲，眠床什么门拍对着角唔好啦，什么床铺什么，那种思想，咱来想讲，迄一堆来嘞。咱来解读啊，解这个物件嘞。这些人有看，曾经有看过我们台湾车上有这一位小姐的，请举手。哦 ，OK， 大概都是40岁以上的才会举手的了。哦，这个小姐为什么她要存在？检票？什么服务？关心，这是其次啦。因为为什么现在没有这个人？现在不是一张卡有没有？然后一就上去，对不对？这个人的角色就是那一只 B 啦。就是那个，我想来讲这个，你敢想吼？以前不是每一个所在拢有一个车站在卖票哦，无哦。啊，有的所在较正卡，是毋是插一支牌啊？即种公车牌啊嘛，插嘞。啊，迄个所在你干那会当单车呢？你无法度买着票啊，对毋对？但是上车到落车，你爱总是爱付钱买票吧？啊，这个人就是咧做这个动作啦。啊，伊个边啊，毋是弄一张表，站到啥物站外，对毋对？这个、人就这容易啊。为什么一个龙猫的影片会有我们这种记忆？因为宫崎骏画的不是原因啦。来，这只卡拉车，有咱过去都拢这种的有无？就这种的啊，对不对？这叫什么卡拉车？母车，啥叫母车？不是啊，母车就是中有一支，哎，过。啊，若无这支的呢？文车，卡斯文有无？啊、哦，对不对？卡斯文，啊，这几下下过，当然母车拢是载重的较。啊，过去我嘛是给阮阿公载啊，我给阮阿公，阮头前拢会用一个顶边的迄个囡仔咧坐有无？啊，载阮小妹，啊，我坐后边，脚后边去有碰到，迄种记忆深刻。啊，载为凤山载到高雄，高雄第一间的麦克当劳，麦当劳啦吼，第一个。一、那个大通的后壁，较早五号路的大通后壁，第一摆我阿公欠钱咧多，买一个汉堡，给阮小妹食，结果我无食，
我甲阮阿公问讲，啥人我无食？因为我有准备胖啊，客胖我食。结果阮小妹一嘴食着迄个麦当劳的汉堡，哦，我阁毋捌食过汉堡啊。迄时阵的汉堡较俗，较像20块尔啦，20块尔。较早学车是毋是拢安尼学的？对不对？我嘛是安尼学的啊。因为你坐袂着，咱无囡仔车通学车啦。咱那是为中下过安尼搭咧搭咧安尼啦。啊，你若看到人袂晓动，你就爱跳落来用脚动啊。啊，做撞落来，对，撞落就要徛嘛。为什么一个影片，一个日本的宫崎骏的动画，会对我们过去的这些记忆产生共鸣？咱今日是同一个国家嘛，只是因为战败了，咱台湾人受到这些苦难，背负了这些战争债啊。我们为什么会那么痛苦？活到现在，我人我靠，我们也不痛苦啊，我可以赚钱啊，我可以工作啊，我可以 shopping 啊，我可以去吃喝玩乐啊，我们哪有痛苦？因为他是年轻的人，因为他在的位置不一样啊，哦，他在的位置不一样啊。来，那讲美战，美战的根据，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啦，第23条，23条这边就有写哦，这边就有写，这是美战的根据。这边他说，哦，美国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as the principal occupying power， 这一句就是在写美国是主要占领权的国家。哦，这个 occupying power 就是这个东西。这是汉字版的，哦，这汉字版包含作为主要占领国的美利坚合众国，简称就是美国啦。加加毛下 ，America， 这美战的单位，那个美国不是美国整个来占领哦，有一个管理单位啊，有看过金庸白了吧 ？USMG 怎么来的？就是这里啊，4B 啊，第4条 B 啊 ，United States Military Government。美战的相关文件，这一个是反证的文件哦，这不是美战的直接相关文件。反证的意思就是讲吼，对别人来证明这件代志是属实的，啊，对别人来证明，这是中国应该你发的声明啊。中国人都知道台湾人是台湾这个土地是受到美国占领，最近的飞人机几百万已经。这种现象拢已经足明了，但是台湾人家你不相信，这是足奇怪啊！全世界拢知道，但是台湾人家你不相信啊！哎呀，你来看下卡遮吼，我放大家看遮。台湾和澎湖地区，伊台北讲台湾、澎湖、金门、马祖地区，台湾、澎湖地区仍然被美国武力侵占。哎，遮后壁伊家你讲的啦。这是侵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完整和主权的非法行为。啊，若照你讲吼，前几日那飞人机落来，啊，非法行为产生啊，你太唔怕来啊？你飞弹千几粒的，2000几粒，你甲日落嘛，拍过来嘛，太唔怕拍。飞弹这个代志，就证明咱是美战嘛啦。有这边的人拢知嘛？怕台湾敢有需要2000几粒飞弹？敢有需要？无嘛，可能一粒都有够啊。对这个总统府直接落落都有够啊。但是爱布置2000几粒，咱的武力较强吗？台湾的军事武力较强，甲因爱布置2000几粒吗？啊，咱得来去想嘛，这2000几粒要提防什么人？一定有一个更加大的武力。要和伊对拼的，还是讲要和伊对抗的嘛？啊，所以咱人由此推知，我们背后还有一只老虎啊。但是台湾人70年来受到美国的保护，军事保护，因为咱受到占领啊，啊，伊爱来军队爱来爱甲咱保护啊，因为咱是被占领的人民哦，
但是初期1945年，一挂人走去做中国人，过来管台湾人。表面上看起来拢是台湾人，但实际上不是啊。美国第七舰队保护之下，台湾是绝对安全，这个都明显的嘛。白纸黑字还有新闻报，大家看，但是台湾人不相信，是安怎 ？TK 啊，就是 TK 嘛。美战的现象，这个这是救灾啦，救灾来的嘛，像外国人飞抵台南的直升机，无人敢相信啦，啊，是讲无人愿意相信，甚至无愿意面对这个真实的代志啊。美军抵台救病人，美籍妇人早产紧急赴日就医，啊，咱台湾是拢无法度生囝。生一个囝就爱军机入来，啊，再去日本生。F18嘛，这礼拜的消息啦，这上新的啊，台湾人看无啦，台湾人讲吼，啊又没有挂飞弹，没有挂飞弹，同这油箱油草呢没有挂飞弹了，所以啊这个是只是因为迫降嘛，其实上早新闻是啥？预防性迫降，预防性那个降落啦。你那飞机被有出现问题要降落，对不对？要不要联络塔台？要嘛。那塔台会不会问你说：“哎、欸，你有没有挂飞弹啊？哎、欸，你有挂飞弹，你不能下来哦。你要你没有挂飞弹，你才能下来。”哎，安尼讲吗？不会吧？啊，中国跳开啊！你来给人停跳起来，中国公请美国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美国就是在遵守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澎湖是台湾澎湖，中国是中国，就一个中国，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台湾不能独立，因为我们没有国际法源的路线可以走回独立啊，那独立本身的路数也出现了矛盾。等一下会跟大家讲，啊，大家看新闻、看媒体要注意，即即可会教大家教一寡观念。这种新闻通常都会出现这一面旗帜，这种画面一定会出现这一面旗帜。你注意个看新闻，是安怎？因为证明讲我在这边有政治的统治的合法性呢。这个是网路的网友释放出来的，这比较境内才拍得到。哦，你也不是里面人，你拍不拍到这啦。我们看一下影片9，内部哦，这还牵涉到美军哦。在2006年的时候哦，其实美军哈、哦，他们内部也是这个后勤管理体系也是有一些问题的，结果他们错把哈、哦、四枚这个叫做义勇兵洲际弹道飞弹的弹头，其实义勇兵是可以装核弹头的、的弹头的，它叫锥体，就是飞弹的最前面那个弹头。我知道，不知道为什么送到台湾来。对对对。但是我们那时候本来，我们那时候本来是跟他们采购的是直升机的装备。好，那也不打紧，你送错了就送来，送来之后放在台南的这个航勤处一个基地里头库房摆进去。摆了多久？1年多，没有人发现。没有人知道，没有人发现送错了、哎，没有人发现送错。我们有弹头。对对对，我们有核弹头的锥体。我们放了1年多、哦，放了1年多，一直到这个2008年的3月哦。美军自己内部清查他们的库房，哎，少了4颗弹头。结果他也不是说通知我们国军，我们国军的那个。这个库房的管理哦，那些阿兵哥也搞不清楚，反正这什么东西，他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弹头之类的，我也没有上报国防部， yeah. 所以就摆在那边，摆了1年多。结果美军在2008年的3月，台湾总统大选后的某一天，3更半夜，派了一架军机，降到这个台中清泉岗机场，半夜哦，没有人知道。那这个事情最扯的地方还在哪里？美军的军包机降落在台湾的机场，国防部是不是应该知道？当然应该知道，没有通报。也没有通报，我们基地的这个连队长也没有通报，雷达什么都没有。然后今天不能打下来吗？你听我讲完，你听我讲完。所以这个哈、哦，有趣蹊跷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啊、哦。
结果这个事情就是后来 AIT 的官员啊、哦，在透过军中的所谓联络系统、情报系统啊、哦，因为跟他们很熟 ，OK， 就跟他们说，哎，有你们库房里面有四个东西哈、哦，是运错的，那可不可以让我们再回去？就派了这个上面是挂这个外资。这个外置的这个车子哈，就秘密开到台南的基地里头、嗯，然后就把这四枚弹头偷偷运到台中的清泉岗基地，嗯，然后就飞机就飞走了，嗯，一直到隔天早上 ，AIT 的这个代表才跟当时的部长，就是前一位文人部长叫蔡明宪，才口头跟他报告说，哎，我们昨天晚上把这四枚弹头载走了，但是现在已经在太平洋了，嗯，这个新闻你呢搭配这一次 F18 的新闻来看。就有趣了。第一，台湾至少咱知影的明的两个机场，清泉岗、台南机场是美军控制啦。啊，伊才对我无讲，大清泉岗没有人知道。你敢不敢讲？可能没有人知道。飞机要下去，那个跑道上有什么东西？你怎么知道？一定要联系嘛，一定要联系。只是。联系的人有没有通报上去，那是另外一回事情。基本的新闻，台南机场新闻报告讲迫降几百，为什么大家都知道？阿公他们跟那个什么国军联系啦，请求 IDF 哦，金国号引导什么等等。看新闻哦，这种标明的你得要给它去除掉。一清泉岗和你大的机场，你都免通报啊！你台南机场爱通报，这些物件媒体会去做那个诠释，会去做粉饰，会去做解释。你包装这些东西，你看不到真实的事情了。在四月一号的那一天，应该是说凌晨吧，有一票青年人去总统府抗议。亚投事件嘛，但是隔天早上我看主要的新闻并没有大肆报道这件事情。然后同样那一天，网络上有人释放消息，什么小鹰号航空母舰抵蓝屿，是假的啦，那个东西是假的啦。那同样这一天又释放出有一个艺人去坐在那个什么哦底下翕相，你也知影哦。一个媒体吼，一直在做一个动作哦，叫做转移焦点了。我们看一下那个影片，那个影片是那个扑克牌那个。我大概看一个影片，要跟大家讲这个原理，因为咱等于看新闻，老师要请问你掌握这个那个原则。那他好像做 magic 还是什么圈？劝句有哈，咱注意看这影片哈。Hi, I'm Richard. This is Sarah, and we're going to perform the amazing color-changing card trick with this blue-backed deck of cards. Now, the idea is very simple. I'm just going to spread the cards in front of Sarah and ask her to push any card towards the camera. 这影片就是要把这扑克牌的魔术变色了。暂停一下，大家有看到什么颜什么东西的颜色被变换了？扑克牌的背面嘛，除了这一个扑克牌以外，大家还看到什么东西的颜色被变换了？有吗？没有哈、哦，不要不好意思呢，整个场景哦，从头到尾有很多地方被变换颜色哦。来，我们继续看下去。
说哦，这不只是一个四色变色那个扑克牌的魔术啦。他说有四个地方的颜色被变了，你注意看。一开始是这样啊，他说从一个更宽的画面去看这整个魔术。那他都要看的头前这个摄影机啦，啊，现在是侧拍，哦，侧拍的摄影机。我已经甲大家教一个魔术的方法啦吼，唔是啦，这影片唔是咧讲这啦，影片主要要甲大家讲一件代志。媒体要爱咱看的是要甲咱灌输一些观念甲知识，甲报知我们一些讯息。但是呢，这个媒体呢，它就停留在一个我们第一次看的那一只镜头上面，迄个镜头就是要爱你看的。但是后边在做什么事情？因为咱家看迄个镜头尔，咱无一个客观的第三来看这个代志，所以咱对第一个镜头所收到的讯息，唔通完全的照单全收，认为就是那样子。因为媒体一直在做一个动作，焦点就是第一个镜头。第二，讲一件代志，你看第一个镜头的时阵，它在转移焦点。转移什么焦点？他背后在换颜色啊，他的桌巾在换啊，他的衣服在换啊。为头到尾，咱为看到尾，咱都唔知嘛。但是是中英话鬼啊，咱是对镜头鬼怪，咱拢未记哩。原来伊是咩回啊？我们的记忆要拉长啊，我们记忆一定要拉长，把记忆拉长，我们就知道媒体在搞什么。好，即个要帮咱大家去看媒体哦。哦，但民间有真也假？一堆人网络去骂骂讲诈骗集团呐，讲诈骗集团，哪有一个目标？没有，台湾的国际地位正常化，咱不是要独立，咱不是要建国，咱要让它正常化，是安怎？因为都无正常，唔才讲要正常。啊，那已经正常，我讲要让它正常，啊，就无正常啊。就是因为无正常啊，什么叫做无正常？我去印尼开一个会议的时阵。要出关的时阵，要出因印尼的关的时阵，未记填一张卡啦，排队排到迄个移民官的面头前，讲啊你无一张呢，你去排队，哦啊队伍等了嘛，我可以排，去排到这个电话的时阵，伊用英文甲我讲讲，你了我足侪时间，哦啊，是安尼哦，我存100块。不讲，这有够无啦？哦 ，Is it enough？ 有够无 ？Whatever， 好、哦，不要紧，凊彩啦。我的标的提足悬，甲放落去。印尼这个国家呢，看到你迄个所谓的绿色的 passport， 伊就知影从你身上有水可抽啦。对你想好的吼、哦，你唔通叫司机在咧帮你呢。咱台湾人，外国人来。咱看伊有困难，咱会主动去甲伊帮忙。台人讲，咱人上好的资产是啥？人好啊。咱真正出于本心，咱想要甲帮忙的嘛，对不对？但是我去到伊迄个雅加达转那个转那个国内机场的有一个那个 gate， 就是迄个出口，有一个印尼人哦，做好心哦，甲我行李。花凯讲：“来，我告诉你哪里可以去。
我想說，我剛才好人，這善良的印尼人，我以後一定會跟大家介紹來印尼出頭。就到門口的時候，我幫你服務，要給我錢。他剛好過了，身軀剩兩個50塊，也是100塊。銅板可以嗎？都可以啦，他就是要愛你的錢，是這樣的。所以我現在以後出國，我都在旁邊等，看到我的東西，趕緊拿起來。不然啦，這種情形喔，更多的錢啦，沒到那個，真假的。我剛來的時候，我也覺得台灣民政府假的啦。台灣民政府所有給我的資料，我都要用懷疑的態度去检验它是真的假的，所以呢，有说去个美国啊来网站吹嘛，不是你讲的嘛，我来网站吹啊，网站的吹对啊，才有写这个 Roger C. Lin 啊，这个是这个告提上诉者嘛哈，啊叫时间点，啊来看这 deny。那时阵哦，顶那你啊中文，你啊去查落吼，英文你啊查落，中文拢翻作驳回啦。这声假啦啦，驳回啊，表示讲民政府这种假啊，驳回的无效啊，就表示讲无啊嘛。这个驳回咱根本都无了解那个英文情境里面对顶那的定义啦，我们根本就不了解啦。就咱亲像外国人来学台语吼，也学到无啥啥。伊想要一个 O， 会当做一个 O 手舌 O 不不，哦 O 骂嘛，啊边个翻 O 我讲 Black， 边自己有人讲 O 边个不边个讲 Black， 顶内吼，咱的律师直接解说啊啦，咱的律师，咱迄个美国律师，伊去年来演讲，伊直接甲咱解说啊。因为那个东西跟问嘛 ，What is deny? What mean is deny? How to compare deny and reject? 伊讲安怎去分驳回甲回绝，还是讲那个回拒？怎样去分别嘛？律师直接讲啦 ，deny is not reject。律师讲的啦。人就讲安尼啊，咱搁底下咧讲啊，迄底下计较讲中文啊，驳回啦，迄是无效的，讲迄就无意义了嘛。咱就讲唔是啦，一个啊，东先生搁个问啊 ，What mean is deny? Explain, please。伊就是讲解说一下嘛，啥物叫 deny 定义一下嘛？伊就用一句话讲 ，deny means。Today is not your day， 今仔日唔是你的日啦。你时间拄好，资料无够完全，你的这个一寡咱即卖的政治空间都无法度对你这个个数做一个决定性的判决啦。啊，叫做定案，这咱的判决书啊，后壁台湾最终地位第三册内底就这啊，咱伫迄个。D.C. 遐设立办公室，即咱申请的即个 foundation 即个申请的文书，遮尼济新闻的报道，遮尼济项，佮包含最近吼《自由时报》、《苹果时报》、《苹果日报》，咱去四季酒店，有人上完票的人讲。啊，这个演戏的嘛，啊，开钱去啊，食一饭饭，啊，叫一个几个外国人来，啊，讲一挂英文，哪个听无？所以演戏的，听无就听无，爱点点，唔通讲人演戏的。四季酒店，咱去这个皇宫的机啊，咱早这个机去未？这是一两百机去未？有台湾国的吼，嘛甲因台湾国的国旗压两机去未？赶紧翕一张，讲哦，啊，我蛮当杂个啊，台湾人就是这种的啦。那一件代志出来吼，正面的伊就想一个负面的理由，甲消掉了。这是因为这十年来，咱的教育就是安尼啊，见不得人好，咱的教育已经变成安尼。卫灵记参拜靖国神社，
咱今仔参拜靖国神社，清明扫墓，咱敢会扫隔壁的墓？袂吧？迄毋是咱的祖先啦，咱袂去扫隔壁的墓啦。是安怎去参拜靖国神社？因为靖国神社里面有我们的先人的神位在那边啦。我们过去是追思，是追悼，是纪念。那为什么他会在靖国神社？我们根本就是同一个国家嘛，同一群人的我们的祖先，他们在这个土地上为了这个国家效忠我们的天皇，失去了他们宝贵的生命，那么才给坑了加纪念。这神社的概念就是种纪念他们的啦。神社里面的人没有变神呢，没有变神哦。这自由时报看了一个月，苹果日报看了一个月，还是有人说没有看到。这是高雄州，这是台中州、台南州办公室，我需要官员来演讲。各有人讲，啊，这需要官员底下咧正讲，啊，伊是现任的啊，啊，是伊是已经退任的啊，都已经需要官员来啊演讲啊，当然。的底界细项的代志，语词上底下咧确认，民政府是真的还假的？所以讲，来演讲这场，我有去参加啦。伊规场讲的物件论述，就甲咱的论述同款啦。啊，伊的中华民国的部队代表盟军接受日军正式投降，结束日本五十年占领，就是大概就是讲这个历史安尼啦。美国俱乐部。哦，记者俱乐部，国家记者俱乐部的网站，这咱个几百个去阿过的物件，咱一群人，包括咱的班长，哦，咱看会到，因着去开这个记者会，一群人，这嘛是报纸报的，这现场，咱的夫人、律师，咱就是思想错乱，才会讲这是假的啦。已经思想错乱了，咱已经无法度分辨什么叫真的，什么叫假的。因为媒体放出来的消息，有的真的，有的假的。等下去，我头拄仔讲的，航空母舰出现蓝雨，那个是愚人节的笑话，但是我们会当作是真的。F-18降落，有人还帮他当作是愚人节的笑话。70年，那70年的洗脑洗到，咱已经唔知影咱家己什么人啊，错乱你。就是这个时间点开始的啦。你注意看这投降典礼，这边有四面国旗哦、喔，啊，其他国家这边都有。刻意中华民国来台湾，刻意消灭我们的历史记忆，要等你的根呐、啊，等你的根上好的方法是啥？消灭你的母语。日本也有推行国语运动哦，伊嘛有伫公家机关、行号、学校禁止讲母语哦，无论你是客语、原住民还是台语拢同款。但是日本禁止，并无产生咱袂晓讲咱的母语嘛，对不对？无是造成这个问题嘛，因为咱的爸爸妈妈、咱的是大人，因拢可会晓讲嘛。但是中华民国来禁这些母语，推行国语，导致我们的青年的一代不会讲了。那是谁在殖民？是中华民国在殖民，不是日本在殖民。消灭记忆工具啊！你也看啦，因为这派来几啊个老物件，啊以后拢查会到。啊、哦，这是什么历史馆的什么数位典藏资料吹掉的？一叫下查本省商用台秤多数系日据时代，当然字里的工日据啦，你跟你们赶快嘛。制造秤盖上铸刻有大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就是在日本帝国台湾总督府字啦。字样。本省现在积极消灭日据时期遗迹，如桥梁上之昭和某年造，均已改为
中华民国某年造，啊，就未见小无，就是咧讲消灭历史记忆啦。啊，结果呢，我就放大大家看，该秤盖铸制是有销毁之必要，电资本省各县市政府，啊、哦、啊，所以在有关度量衡上面会拢改。因着修理伤血去后死于检定等等，就是把这些东西盖过，涂抹涂消你的历史记忆。你也知道哦，你不能做这种精密的东西，是很严苛的哦。一个秤啊，一个那个秤腿啦哈，外重，那拢是做精密的哦。啊，你家抹掉，啊，搁钉刻，是不是差一点点啊？那就差嘛。啊！若磨掉，搁刻较轻，还是较重？来，就是这样。消灭，就是这样。你来看，民国前十三年，我的民国前十三年了。上面看民国前十三年，未见效，跟什么程度呢？伊把民国当作迄个纪元来用啊。当作西元呢，让西元是全世界公认讲哦，耶稣他出生的时间当作一年，公元一年啊，之前 AD 之后 BC 这样子，全世界一个公认的一个历史记录的时间点，一个民国前十三年，民国当作纪元用，这产生什么问题？中华民国根本不承认以前的朝代，他把以前的朝代跟他。所有的朝代其实都是独立的一个大时期的国家啦，他只是把历史借由某一种思维把它串写在一起，说这个都是中国。如果都是中国，他前面不会有民国前，应该是什么皇帝的年号，什么皇帝的年号一直往上追，因为我们大日本帝国就是从初代一直到现在，比如说大正、昭和、平成。伊这就是一个，安尼下来，所以你袂看到大正前呐、啊、昭和前呐、啊，对不对？啊，是讲迄个明治前无迄个物件啦。所以这证明一件代志，就是讲中华民国应该你本身无承认过去的朝代叫做中国啦，但是伊骗咱讲迄种叫做中国啦。你也看这，规擦掉啊个看。哦，遮你也看。中华民国十二年，中华民国十二年有在台湾哦。这个叫前清秀才哦，就这样你看，中华民国十七年，这几个就是敲掉伊，啊，水泥搁个抹起哩，洗下个起哩，啊搁钉刻。咱个先看看这个年代，就是安尼，这就是。没有大正前，没有明治前，没有昭和前，没有平成前，一个时期一个时期一个时期，它是一整个历史的一个连续性。这有人开玩笑啦哈、哦，有人开玩笑，这就导出来了。你讲民国要用民国前的位啊，安尼清朝哈、哦，应该叫做前250年，没人叫清朝，民国前250年。你往上推，唐朝前1000年，再往上推，皇帝是。民国前4600年，会使咧用哦。安尼科技哇，应该是啊。这球民国前65年一年是那个出生的，认知错乱了，那种刚刚认知拢规个拢错乱。我们看一下影片一。你把个咪。你捌公司吧？你捌买公司吗？捌啦，我曾经啊。啊，你公司你敢知什么人跟订账啊？啊，日本啊，日本人订账啊？哎呀，在日本订的，阮都拢在美容公路的，都唔知。就你几岁？八岁。哦。啊，唔知是啥物人跟你讲的？你讲你知？
迄阵都咧，先从咧扛咧进，走美宏公河啊，个，但伊迄阵囡仔拢蛮乖。阿尚，你阵住伫台南？台南，所以你的印象中是日本人安定下讲的对啊？对啊。那个美宏公河诶。迄阵日本啊，咱那个日本啊管诶。对啊。迄阵啊，日本啊管，啊，就是中国来诶。中国来吗？中国变过来诶啊！你炸了后来了，中国过来啊！中国过来，迄阵日本啊变转诶，我搁知影呢，迄个迄阵四月啊。日本变，日本变变转诶，变。好来，阿伯讲诶对唔对？唔对，倒位唔对，家己管的，家己炸家己。啊，现在三星，别人怪阿伯啦。现在三星这种整个历史中，整个反过来，然后错谬，为什么会产生这个问题？因为咱受教育，讲咱是中国人，啊，中国人就有八年抗战啦。咱秘书长无讲，因咧八年抗战的时讲，我们开始要八年抗战了。你抗战，你知影你当时结束啊？较厉害。诶，网络够如何笑诶？你该想是讲着啥物南京大屠杀，迄个如何笑诶？诶，网络哭诉诶，蛮真诶假啦，就是笑话啦。伊讲吼，我的爷爷九岁就死了。对啊，那戏剧就是这样。我爷爷九岁就死了。我会当做唯一合理的解释，叫做有一个囡仔，伊的名叫做我爷爷。啊，无啥物解释，无法度解释啊。伊咧讲南京大屠杀，不要紧啦，笑话就好啊。来，台湾不等于中华民国。要解读，要觉醒，对这个观念开始。台湾不是中华民国，今仔日反服贸、反亚投、反等等，都在做一件事情，都有一个基本认知，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把台湾等于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已经死了，服贸act法该反吗？该不该反？外国人在看。台湾，甲咱家己看台湾，看，不敢看嘛？服贸啊，是讲 act 法，谁跟谁签的？马英九没有签呐、啊，马英九他还签咩？谁签的？我们要注意哦，我们在反的东西，可能我们在反的东西，可能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反什么。我们前干的台湾人就是被策动啊，被策动啊！因为咱的感情白入台湾内底啊，白入中华民国内底啊，台湾人的感情白入中华民国内底啊。即卖若攻击着中华民国的，咱会感觉受伤啊，就会这样子啦。第二天有一个新闻讲，亚洲贪污最严重，中华民国，买讲台湾排名倒数。那你干嘛做企业？太阳呢？我们看一下那个有一个文件 ，X 法的有没有？如果没有，就上一期的那个资料夹里面有一个 X 法文件，我让大家看嘛。好，你就搜寻，这是网络上找的哦，你自己也找得到哦。你可以搜寻，打台湾。啊，那个法文件里面没有台湾了、啊。那我们在担心什么东西？我们在担心的其实这个实际的政体对我们的影响，因为我们还在里面呢、啊，我们还在里面呢、啊。来，我们看最下面最后一页，文件的结构，我才多少公签约的两兆，就是这两个团体了、啊。这两个团体、啊，这两个团体，这是民间团体，还是说财团法人？那这就秀出了一件事情呢、啊。
他们两个签跟台湾有什么关系？跟你有关系吗？你是这个财团啊，几公关系会协会里面的会员吗？没有关系啊，是他们自己去签的呢。然后呢，一群学生抗议，这个要立法院什么逐条审核啦，什么三读通过等等的。你也知道哦，中国不承认中华民国嘛，啊，伊不承认中华民国，伊就袂用条约甲你签啦，这种叫结义啊。伊袂用条约甲你签嘛，甚至这种协议吼的位阶都还比较低啦。啊，那签呢，应该签对等的。那个刚刚那个资料还有没有一个 Japan 跟 China 的？有没有？有，你看那个 Japan 跟 China， 日本跟中国国家国嘛。啊，你也看，来看最后一页。这有三个国哦，缩小一点。这有三个国，日本，对吧 ？ROK 嘛，啊，这是 The Government of Japan， 日本政府，啊，这韩国，啊，这中国。法律文件，呀，一签名弄的对等 的位置，所以他签约回去之后。可能要报备，要立法院通过黑东西，过来程序啊。他好这些物件三千又好啊，啊，这里给他关掉。中华民国已经死了啦，大家敢知？但是咱的感觉敢那没有死呢。有的物件咱知啦，但是咱的感觉无同款啦。等咱亲像地球绕太阳走，还是太阳绕地球走？太阳绕地球。那个月亮绕地球走还是地球绕月亮走？地球绕月亮，这种说法某一个角度来诠释是对的，因为是相对运动，是相对运动。科学的证明说，以太阳为恒星，它的星系是绕着太阳走，但是我们的经验呢，每天都嘛是这样。对不对？每天都是我们的经验啊，经验上太阳是绕着地球走的，因为我们从来没有人真的爬上太空去看地球绕着太阳走嘛，对不对？我们从来没有，当然有少数人有啦。那中华民国死的也是这样子啊，他已经死很久了，可是我们的感觉跟实际又不一样啊。那我们现在这个。政府这个军队这个单位到底是什么东西啊，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看一下影片二，让中国人来跟大家解释中华民国已经死了。死就告诉他，到底我们怎么样给1912年成立的所谓中华民国来定位？谁都没有否认啊。1912年，清朝告一段落。中华民国成立，大家都承认了。可是到了38年以后，1949年，中华民国还有没有？照着世界史的说法，照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说法，照着我聊的说法，中华民国没有了。可是，照着在台湾的蒋介石他们这些党羽的说法。中华民国还存在，只是到了台湾。我给大家展示过我那个资料，那个资料呢，就是蒋介石的一个秘密资料。蒋介石在1950年3月13号有一篇秘密的演讲，叫做《复职的使命与目的》。请注意哦，这是蒋介石的亲笔字啊。他里面谈到，他说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亡国，中华民国已经灭亡。告诉我们，1950年3月13号，蒋介石的秘密谈话里面，他承认中华民国已经没有了。可是这个真相，他当然不会告诉台湾的全体的这个中国同胞。他说，中华民国还存在。
这么一个幻觉，我告诉大家，一直延续到今天。就是这样啊，中华民国已经死了，但是这个幻觉延续到今天，还在延续着，所以呢，就会有这些中毒的现象出现。中华民国完全被封杀了哈，那我们最严重的问题是这个，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甚至现在台面上的人，蔡英文在坚持这个，因为民进党的这个前途决议文里面就有记录的，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的这个事实。啊、哦，大家想要看这个文件吗？看过了，前途决议文呢？有看过？有看过阿姨？咱上届问严重的问题就是这种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啦，所以咱已经洗脑过来变成中国脑。咱讲咱是台湾人，是台湾嘴，哦，中国很凶的是拢牙一支啊。这个幻觉持续到今天呢、啊，我们还拿着这个国王政府的这个旗帜，不仅欺骗自己，还继续跟全世界的人说这个叫做台湾啊，这个叫台湾。然后说我们现在是一个国家啦，只是没有被承认了。中毒媒体，中毒原因就是媒体跟教育啦。你要看啊，这最新的一个民调啦，这个问题就会把你锁入那一个认知里面，错误的认知里面。第一个，台湾就是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就是台湾哦，导出来，哎，竟然 65.8% 呢，支持这个论调的，你媒体就是这样子在洗脑嘛，然后。第一层洗完之后，再洗第二层。台湾等于中华民国，有无改国号，建立新国家，有没有必要？74.6%不必要。这就是媒体一直在跟咱洗脑呀。媒体的解读，美方的态度哈，我们看一下影片是。马政府是。看完爆炸，再来看到这后坐力也是蛮强的。就是先前在2015年1月1日的时候，是我方和美方在双向园举行了元旦升旗。中华民国如果存在这个新闻，就不会出现断交36年来的首次。没想到大陆方面是进行抗议，美国国务院也做出了回应。Not know about the January 1st flag raising at Twin Oaks in advance. The ceremony is not consistent with U.S. policy.We remain fully committed to the U.S. One-China policy based on the three communiques and the Taiwan Relations Act. No U.S. government personnel attended the event in any capacity. 好，刚才看到美国国务院发言人，他是低头看着稿面，看得出来是有备而来。他在记者提问之下表示，说双向圆升旗的确违反了美国的一中政策。而此外，驻美代表处在台美断交36年来之后，首次的举行双向圆的元旦升旗典礼，已经引发大陆外交部的抗议，同时也向美方提出了严正的交涉。你把意思就告诉大家。所以呢，五月新闻你注意要看，因为沈女巡呢，蔡王长那个质询的时候就问说，我们有没有外交关系啊？你说没有啊。台美有关系，没有外交啊？什么叫有关系没有外交？有台湾关系法的关系叫做台美关系，没有外交，因为我们不是国家，没有办法设立外交部，那个这什么海外什么办事处，这个根本不是官方的啊。一个中国的政策，中华民国跟台湾两个名词都一直在媒体里面混用，所以所有的新闻你只需要稍微把这两个东西换过去。你就大概可以看清楚了。我们看一下影片五。听外头排站，准备办美签，但有民众投诉，金门人要去美国念书，签证上的国籍竟然要改成大陆 China 才行。很多这个金门人啊，去申请美签，要求被冠上中国，我们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美国在台企业不能因为金门是福建省金门，就把金门。
当然是中国大陆。有民众认为不合理，因为手上拿的明明就是台湾护照，填写申请表时却要更改国籍。美国在台协会也指出，因为电脑系统分类，金门马祖属于福建省，民众办美签时国籍才会归类 China。 好久以来有这个事情，不是他们金，因为金门不是就是在福建省，所以呢，这就是好像每年有继续有这个问题的。一直以来都有的问题，询问外交部也只说要再研究。只是金门马祖人本来想单纯办个签证，最后却还要为了国籍伤脑筋，大呼不可思议。TVBS 新闻总。这新闻看过吧？有台湾护照？没有吧？然后，金门马祖人国籍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他的领土就是属于福建的嘛，如同钓鱼台属于台湾这样子啊。钓鱼台如果有人，哦，当然现在有一点点环境不一样了啦，哈。咱讲迄落啦，小琉球啦，小琉球的那个国籍要写 national 啦，哦，要写台湾嘛，对不对？啊，这做主人的呀，啊，这新闻呢，当然伫遮啦。这种新闻拢袂亲像哦。迄顶新啊，袂亲像什么洪仲秋啦，是从亲像什么慈济安尼，一直玉一直乌，愈乌愈深拢袂。伊先问 AIT 讲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表示什么会？这早就已经发生了，这不是新闻嘛？哎，你看他讲哎，电脑问题，电脑谁设定的？人设定的啊，我有去办美签呢，2012年呢。2012年我出去美国，我去办美签，迄个时阵爱办，唔是讲爱办，其实拢即卖嘛是爱办啊，只是免面试啦。你办电子签证迄个，你唔免去甲 AIT 的人面试啦。迄时阵我拄啊两点咧，也怎爱试啦。啊，办的时阵，伊喺台湾那边啊，佮有挂号 ROC 啦网站啦，但是即个签证计划之后，那个 ROC 就拿掉了，就拿掉了。那即卖就是讲。问 AIT 说好久以来就有这个问题，问外交部，外交部说什么？这个问题我们在研究。说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找不到答案了啦，因为你如果再追下去，台湾人的身份地位就曝光了。外国人看得很清楚，台湾人看得很模糊啊。媒体辨识法，我们先看一下，雄雄照这张大家讲一条，来看星星月亮，你是用左边这一只还是看右边这一只？那看细菌，右边，啊，看细菌能不能用左边这一只？可以啦，看不到了。啊，看星星可不可以用右边这一只？可以啦，看不到了。适用性，啊，哦，不是可行性啊，适用性跟可行性不赶快了。你看媒体，如果你没有一些。帮助一些观念、一些那个角度的帮助，会看不懂啊。要多看原文件，多方的对照。你看媒体的时候，如果有资料，多看原文件，多方的对照。美签啊，那就要上网站也会看得到这个东西。美签呢，它本身有英文版跟中文版，这是美签的小帮手，帮助你判别你要办什么样的美签。你是否为美国公民第一条？那是否为美国公民？你的是否否？我来起英文，你来看 ，U.S. citizenship 叫做是否为美国公民 ？citizen 就是公民，这不这字哦，这字公民。第二条，你也讲否，你也知道第二条嘛？护照中文讲你是否为台湾公民？哎，那有台湾公民，台湾刚好公民，没公民呐，啊，台湾没公民。所以你也看英文版应该是台湾 citizenship， 应该是这样哦。你看英文版，英文刚刚是一个 have e passport， 你刚好电子护照啊那年了，伊不根本无跟你讲什么台湾公民，这个也开始有解释。Are you a Taiwan national？ 这个就是国民呐，啊，台湾 national 国民呐，啊，国民 citizenship 国籍 citizens。公民，所以你也无去中文交叉比对，
我们都会被中文限制住啊，啊，被限制住，我们就容易被误导啊。哎，中文一个字有很多意思的，对不对？一，一起上面会是数量，一也可以是位置的第一个，一有很多意思啊。但是英文每一个单字它的定义都比较严谨了。没有台湾国，所以没有台湾护照。你没有主权呢，你们怎么发护照？我们看一下影片六。还要告诉您，中华民国护照现在居然成了抢手货。由于全球有129个国家给予台湾免签证的优惠，就连美国也给了台湾免签，使得中华民国护照现在抢手到连对岸中国大陆的民众都开始纷纷写信咨询，表明想申办。据说这信件有如雪片一般的飞来。等一下，准备暂停了。喜欢台湾吗？很喜欢，很喜欢。看你们很人性的是。顾客你一言我一句，说中华民国护照能到100多个国家都免签，现在还有对岸人民想移民到台湾来。大陆的邦交国有171个，可是只有20多个国家给他免签证的待遇。所以最近我们外交部收到来自大陆100多位大陆人民的申请，希望能够换中华民国护照。马总统喜滋滋说，连大陆人民都封台湾护照，是上外交部。你都要记者讲啥？台湾护照，好不好？我甲你讲，洗脑就是安尼，用这种方法。啊，用文卖讲无嘛，中华民国护照迄个伊的代志，但是记者伊会安尼混用哦，咱个继续看、哦。这两个月就接获408封对岸的询问信，有人劈头就写：“马总统您好，本人全家拥护三民主义，愿意为国。”呀，不不，封台护照，这个就是混用。我们很习惯中华民国等于台湾的，但是我若无帮助大家把这个观念给拆开，咱就一直在这里胖哦。来。继续看下去。国家贡献力量，根据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大陆地区是领土范围，特向您提出申请。暂停。中华民国宪法，中国大陆地区是领土范围，对不对？对啦。中华民国宪法那些是啊，台湾是它的领土范围吗？不是啦。那中华民国宪法跟台湾根本没有关系啊。所以我们在解决这种很不正常的状况。当然，你这47、70年来哦。起笑都多，真正起笑都多啊！因唔知影家己是啥物身份，啊，家己行出去，行出去国外，我讲我是中国人嘛，唔对，讲台湾人佫无正确，摕护照出去，人看佮你佫是中国个，咱就是这种无正常的状态，生活70年啊！有个人是伫这70年内底出世，过身啊！哎呀，不知懵懵懂懂、模模糊糊来一招，在台湾当不知道是什么人。我很像台湾是个孤儿。孤儿，就是因为咱不懂嘛，不清楚嘛。咱今仔日要唤醒大家人觉醒，就是这个部分啦。哦。历史关键时刻，关掉。所以，迄个新闻你来看者，前这阿久的新闻啊，即、這个民进党妇女主任哭了，台湾护照被拒，都有台湾护照啦，根本就无台湾护照嘛。但是媒体都是这样写的、啊，为什么？因为写台湾护照，认同台湾的人会感情会绑在一起啊，你的情感会绑在一起啊。所以，我们台湾护照被拒，那你站出来嘛，也要收听啊。那台湾护照被拒啊！哎，情感的那种控制啊，是这个啊？是谁给谁付美美？给谁？给中国人吗？不是吧？这个免签证计划你也看，啊，你注意看哦，一家叫下。VWP 允许来自30个参与国，再有一个括号E有无？啊，E你甲点落去，就产生这段文字。啊，这段文字什么意思？
你来看这，这国家才有写台湾哦。啊，看了这讲，哦，你来看，我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啦。因为美国在承认我们，所以他跟我们摆在一起，这都是独立的国家，所以我们是独立国家。干么子呢？这个挂号伊那个点的是，就是这个意思啦。美国改水，这符合一个中国政策啦。台湾只是一个地区啦，他这边有写嘛？免签证计划提及国家之外，均应包括台湾，这符合美国一个中国政策啦。所以加码下，自1979年以来，依据此政策与台湾保持着非正式关系啊。非正式关系的是不是外交关系啊？安尼规个看来就之前做清楚了嘛。所以沈履循才会说这种东西这种话，这个媒体你就可以解读出来，原他为什么会说这个话。啊，不然只有民间拢看来的鬼啊。是美国给台湾免签的啦哈，当然跟美国家，不是吼，出去你讲听人啊讲你笑诶，真的啊，我出去讲我听，那不是国家啊，不然是啥？咱有钱，有护照，有迄、那个这个政府单位，有军队，啊，咱不是国家啊，不然是啥？啊，你不要解释吼，听袂落去。AIT 你就找到美国台美关系法，就是这個、第十五条叫下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包括台湾及澎湖列岛这些岛上的人民公司，根据人民哦，这些岛上的人民还是公司，及根据适用这些岛屿的法律而设立或组成的其他团体及机构，交口下1979年1月1号以前，美国承认为中华民国的台湾治理当局，以及接替任何治理当局，包括政治分支机构等等，加地古的来讲啊，台湾一词将视情况需要以上面会，跟着政治台湾啊，美国可以有最高的诠释解释权啊，说台湾是什么回就是什么回啊，这就是没家在这啦，所以他说台湾不能独立吧。现在这个政府是什么回，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啊，已经不是中华民国啊，叫做台湾治理当局啊。叫下 The governing authorities on Taiwan，叫下，这也英文版。我们看一下影片七。历史关键时刻呢，自英台的独家专访也传递了重大的信息。把我坐下来以后，我的问题都是一个一个涉及到的啊。让他慢慢进入情况，我说就美国，我一开始说美国不是都反对台独，对不对？最近这个军售的问题，我说台湾说你军售，你还给他们技术，有没有这回事儿？他说没有，就讲了一半的，我突然就问了，我说台湾呢？在报纸上这两天在报纸上说，我不需要宣布独立啊，你美国人反对我独立，大陆反对我独立，我不需要独立，我已经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报一会儿想都没有想，他就说台湾他随便怎么讲那是他的事儿，可是我美国从来不承认台湾是个独立国家，不具备独立国家的主权。Our policy is clear, ladies and gentlemen. We only own China.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and does not enjoy sovereignty as a nation. And that remains our policy, our foreign policy. 美国官员直接讲啊嘛， Taiwan is not independent. 就是无，伊唔是独立的。哦， did not enjoy sovereignty of state. 就是无这个国家主权。伊直接讲啊。但是台湾人想无，伊内底咧讲的台湾是，他拄仔咱讲的台湾治理当局啊，哦，台湾治理当局，无，唔是表示讲咱的意志哦，唔是安尼意思哦，这叫做政治台湾，哦，伊是咧讲的台湾就是安尼。下面人退出联合国，
不是啊，都不是啊。那我过去嘛，干嘛是中华民国？其实是这啦。那看2758决议文，加承认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府代表是中国唯一的合法代表，所以驱逐恢复他的一切权利，承认他的政府的代表，哈、哦，把蒋介石代表从联合国组织及其所属一切机构驱逐出去啊。在联合国内底常任理事会迄个席位嘛，叫做中国啦，嘛也有人叫做中国啦。所以中国根本没有退出啦，是蒋介石的代表退出啦。但是来当人个骗烂，讲汉贼不两立，伊甲咱骗，叫咱用感情来支持。当然吼，核心对迄种弱势吼，拢做同情的。但是有慈悲心，无智慧。有当时也帮唔到忙呀，有滴慈悲心无智慧就是啥？放生，讲去买目镜蛇来放生。啊，迄个所在本来无目镜蛇，即马一大堆目镜蛇，原生种拢死了了。这种叫做有慈悲心，但是无智慧。这2758决议文啊，英文版，加江开炫 ，from the place which they unlawfully。哦，非法的。那中国对几个？日本，台独的人就不一定知影哦。敢会当独立？咱敢会当独立？什么人想要独立？中华民国人想要独立吗？独立是啥物货？独立的定义就是安尼，独立的定义就是这样。你是一是民地，你对你的宗主国独立出来，你是。美国的一部分的领土对美国独立出来，这种叫做独立。所以台独人士讲要独立，原为对独立出来。中华民国啊，中华民国在台北呢，咱也不伫台北啊，那要独立什么话？这逻辑上就是这样子啦。所以独立议题是假的啊，你骗台湾人的啊。你也看魁北克，伊的母国加拿大啊，对，魁北克。法语区嘛，他要从加拿大独立出来啊。宗主国哈、哦，殖民地过去大英帝国、大英帝国，伊规个全世界殖民地拢几家、哦、啊，后来才独立出来嘛。这澳洲嘛，叫纽西兰啊，这印度啊，独立之后英哥合并喽，变成大英国协。他们是好几个国家，但是是一个大的联邦政府，那大的联邦的一个国家体制啊。来，苏格兰古尼不是公道，因为独立出哪里？独立出大不列颠王国啊。克里米亚要从乌克兰独立啊，其实独立吼，搞不要用并吞你啊。加泰隆尼亚从西班牙独立，当然南美又得独立，都回去。要从哪里独立？当然我们在从哪里独立啊？但是一直在喊独立啊。结果就一排在讲啊，我们不需要独立。建国，对不对？我们要建国啊！啊，你要建国，建国哦，依据国际法哦，这土地若无人诶，若无人诶哦，啊，你走一下，你有人走一下，啊，这块土地算我诶，讲啊，这我诶，我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安尼等于在建国，安尼叫做建国啦。啊，美国是建国吗？美国不算建国、哦，美国它是来到那个从英国来到那个现在美国这在北美这在所在，那时阵是英国的殖民地，打了一场独立战争，所以他们独立成为一个国家，这种叫做独立，也是独立哦。啊，但是现在中文的语词都会把独立跟建国绑在一起啊。对不对？那个独立跟中国绑在一起，印度也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但是它独立成为一个国家。所以台湾的中国人呢，中国人包含你的思想是中国人，还是你血统本来就是中国人？台湾的中国人有一派想回归祖国是统一，另外一派想要独立。独立从哪里独立出来？从中国独立出来，因为他们的宪法写着
这个大陆地区是这个是他们的固有疆域啊，所以被从中国独立出来啊，所以你换成独立的前提是什么？你跟中国是同一国啊，啊，你跟中国同一国，在你办公投的那一刹那的瞬间，就表示你已经统一了啊，不然你干嘛要投这个独立？啊，如果办了独立公投投出来不能独立，那是什么意思？表示要回归了，要统一了吗？是这样子吗？所以咱可以想想清楚，什么叫独立？其实根本就无路通好行嘛。中国对台湾的定义啦，中国伊对台湾的定义是啥物货？伊若咧讲台湾的时阵，是咧指流亡台北的中国人，他在指的是这个。另外一个定义就是，他把台湾当作自己的领土，所以才会有他带迄个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伊的认知。台湾澎湖地区还在美国军事武力控制中，是安尼啊？美国对台湾的定义，流亡台北的中国人，这一票人是台美关系法里面的 The People on Taiwan 的这个人，这个就是政治台湾。那美国人对台湾的另外一个定义，叫做法理上的定义，就是。刚刚《旧金山和平条约》23条，军事占领中的台湾，占领的大日本领土的台湾，以及大日本领土上面的人民，我们。所以，咱办这个身份证是啥物用意？就是你对中华民国这个范围，还讲这个国籍切割出来。哎，我有一群人哦，美国你要来咱占领，我是比你占领的人民哦。阮是无承认中华民国这个体制哦，阮是过去大日本帝国国籍的人，甚至是后代，阮是根据战争法，你甲阮占领，阮是被占领的人，所以你也无申请这个，对美国来讲，你就是中国人，中国籍的人，哦，伫法律来讲是安尼啦，啊，美国，那你就是那个美国啊，美国好啊，美国讲好，我来占领台湾啊。但是你无爱我占领的人，全部拢中国人啊！我要占领什么货？我无可能占领我有盟邦嘛？迄时阵中华民国甲美国是盟邦嘛？所以本土台湾根本就无本土台湾人啊！所以唔则因帮助咱办这个身份证，是安尼出来啦。沉睡的台湾人对台湾的定义，台湾等于中华民国啦。这个沉睡的台湾人啊，啊只要改国号自宪的好啊。过年嘛，其中呈现台湾人的是讲，台湾中华民国等于台湾，台湾要建国摆脱中华民国的独立了。啊，中华民国的已经死啊，你要摆脱？情感的台湾人哦，台生熊要见的是断锁链，断开锁链，什么锁链？这个，我们被绑在中华民国里面，我们一定要从中华民国这个思维切断开来，安尼咱才会觉醒啊。希望今天的课可以帮助大家更加清楚明白自己，多谢大家。